我要买下全部的巫女。是你们要买巫奴吗？我兄弟二人自南朝来，想买些家中可以使唤的人手。这里关押的皆是官家罪奴，不知你们看中哪一个？我不是说了，我全部都要。全部？你可知道全部买下这些罪奴需要多少银两？怎么，有生意不做？这里是边境官署，买卖罪奴需先出示文牒。南朝商人倒是没错。借一步说话。闯入者在过往时空里，曾经的亲人和朋友都可能成为敌人，而你还绝对不可以将真实来历告知对方，否则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便是我妄图改天命的代价。这难道是预见的未来？玄甲君怎会死伤如此惨重？姑娘，刚才我听少侠说要买下我们这些姐妹，若少侠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，我们不胜感激。四哥，他们要价甚高，我看不合适。难道没有半点上台余地吗？听说这魏长征办事只按规矩，他是有点难。巫族虽遭绞杀流放，却非无义之人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二位商量的如何？这些罪奴一个个看起来瘦骨嶙峋，只怕买回去过不了两天他们都会病倒。你方才的报价未免也太高了些。他们可是一群巫女，并非一般女子，自然与常人有所差别。巫女又如何？还不都是普通人，看起来还要更瘦弱一些。总之愿买愿卖，大家两厢情愿，你们要是觉得合适就带走。这些个病秧子不要也罢。我们走。人都找到了，还在官署里。相传巫族掌握着世间最神秘的力量，本应该是魏国最令人惧怕的势力，可没想到他们竟自毁宅田，将这些巫女发配边关为奴为婢。若是这些巫女能够让我们收为己用，对我阿柴族定是大有益处。若巫族真如将军所言，又怎会被魏国反制？他们被人封了灵力，自然不是大魏士兵的对手。一旦解除禁制，找回灵力，将会是这世间最可怕的力量。你们现在就去准备，我们今晚就动手。是。师父，我们巫族的灵力是否是这天地间最厉害的力量？当然。那如果灵力被禁制了怎么办啊？怎么，害怕了？
被禁制了灵力也并非不可逆回。如何逆回？便要靠九转灵石中的芙蓉石。来来来，开饭了，来吃饭。这馒头都是馊的，怎么吃啊？对啊，我们一路风餐露宿的，你好歹弄些能入口的饭食啊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哎，官爷官爷，你看啊，你们千里迢迢把我们押到边城来，眼下我们病的病，饿的饿，人家连看都不愿意看，又怎么能卖出好价格呢？你还说呢，这每天给你们好吃好喝的，今天一个